哎呦，我跟你有仇哦。你到底会不会画？你是不是女生啊？连眉毛都会画歪。哎呦，好了啦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啦。好啦，你赶快去拉客啦，走。这个拿去，需要用就有。不用啦，我自己会想办法，没有关系啦。哎，拿去了，真的不用啦，我自己有钱。你不要跟我妈说我装女生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然我拿400块的保留啊。拿去。好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拿去，不用找钱了。你叔叔说不用找钱，你干嘛拿他的钱呢？你自己不拿槟榔过去还怪阿红。好啦，下一次我自己过去了。